今天是去北大口腔医院，重新剪了牙齿。现在医生已经说牙齿收进上面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，然后不能再往里勒了。现在是一个非常整齐的状态，开心。然后今天要去悠唐看小偶像们的公演。我现在是在西四，然后现在要坐地铁去朝阳门。那么我们 go 吧。偶然间看到了一个镜子，今天的穿搭是个 JK 制服，裙子是谁家的我又忘记了，后期放上来吧。我的小短腿。地铁站边上有个罗森，咱们进去看看吧。中午就吃饭吧。金牛座。新疆芝士。新疆一辣白菜，三文鱼、鳗鱼，吃多吃金牛的吧。虽然我爱吃金枪鱼，但是金枪鱼那个大气实在是加班热了，有些烫手手。我们现在进地铁站，这个地铁站还蛮古香古色的，有那个北京二环以里的味道。一个不稳定的刷卡，因为卡包连在包上。啊，这个画画很好看，瓷砖贴的。不知道怎么做，就看一下线路图吧。我现在在西四，然后要去朝阳门，所以要先往回坐，坐到六号线上面，然后再去朝阳门。正好出来啦，我们走吧。换乘啦，坐了一站，现在要到六号线，然后坐到朝阳门站就可以直接下了。六号线要。请您站好扶手。哎呀，曝光，能看清了吗？六号线要往这边走。好，咱们跟着人流走吧。又是一个很长的通道，我就不录啦。六号线是新建的一个站，所以看上去比较的新和敞亮，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有下楼的电梯，电梯救我命，还好是下楼。如果要是上楼的话，我就完犊子了。北京毫不惧怕，这些多乱我都能看得懂。朝阳门到了，比预期的时间早太多了，现在刚11点。我记得好像是要 A 口 ，A 口是在二号线这边的口上，然后再要走一个特别长的通道。然后刚才在地铁的时候，我搜了一下附近的 COCO 奶茶，说到 COCO 奶茶就太甜了，我还是去年总选了，哎，总选完了吧，然后来又跑了。找到丰田广场了，下面就是要坐前面的那个 Astra 电梯，然后过天桥过到对面去就可以买 COCO 奶茶了，真棒。见到了一个普通的三扇门，这个窗口好近，没有空调的。成功找到 COCO 奶茶，他们家还有座，待会可以坐这儿歇一会儿。买到了 COCO 奶茶，试试我能不能左手插进去，也插进去了，然后再把串团拿出来，午饭就在这里解决了，然后再把我的菜的拿出来，看剧。好了，接下来没有 vlog 了，我要看剧了，拜拜。看了好长时间，电视了，看会武术一下。小白老师和其他的女生跳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是男生和女生的区别吗？就感觉女生跳起来更柔媚一些。出门就是个便利蜂，再去买一个饮料盒吧。开口喝完了，对，有没有看清楚？喝一饱吧。湛江到了，这就是 BJ Hotel。啊，现在在往那边走，不知道现在有多少进去到了。今天好像是没有握手吧？没有握手的话，人应该就会少一些。如果要是人多的话，就当我打脸了。
这边新开了一家配料店吧，之前是没有的，之前只有上海小吃。到门口了，你看果然人非常少吧，少到我觉得今天没有公园。这个是兔子，然后是兔子，还有兔子，突然禁止了，然后去取票了。已经先到服务中坐出来了，吧台12号，在中央嘛，不记得了，反正是在后边的台。我的运气果然都不怎么样呢。然后呢，叫咱们就要出去了，再去逛一会儿商场吧。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，好可爱呀！转了转，但它摄像头太高了，很糊状。时间还好久啊，这头有一个小孩去玩的手术的城堡吧，我也好想玩呀。哦，家长好辛苦。1:30了，要准备上楼了。这个是去年夏天总选以后来悠唐看的时候买的预备的护照，我终于想着带护照了。之前我就印了一个章，太尴尬了，今天要再印一个。出发。发布16海报已经换了，好像也可以进场了，这么早了吗？那我进去了，拜拜。上楼了，看一眼玉三家，悠唐玉三家的海报。我去年来剧场的时候很冷，所以我今天带了一个西装小外套，不知道会不会打脸。果然很冷。进去了，不能倒饬，我就不录了。再放小鞠的新歌。不行，我不能再录了，再录就是倒射了。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大家耐心等待。我是 BJ48 Team B 的熊素君。
这里拍摄更清晰。嘿嘿嘿，我决定了，今天不送车了。计划从来都没有变化来得快。这个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出去的手环，然后我临时决定不送车了，所以咱们 go home 吧，先去地铁站。回去的时候可以录到了，两边都是。来的时候我只注意到对面的了，好尴尬呀，大家都看我录。哎呀呀呀，这边的没录到，然后就没有啦，马上就要进站了，要先过安检。到家了，然后去魏忠美买了两个，这个忘了叫啥了，反正超级好吃，10块钱一个，18块钱的俩，包括我买了4个，给我姐姐买了俩，我要开动了。当然这不是一天吃完了，今天吃一个，然后留一个明天吃，必须。今天再多眼泪也只是过程。